注意看，在大拇指的手指甲下方鼓起了掌丘，在手相学中称为金星丘。金星丘出现多条细纹，则为暗彩纹。有这种手纹的人，除了身体健身不佳以外，各种运势都不差，特别是在财运方面，财运丰隆，不愁吃喝。这种人聪明孝顺，脾气温和，福禄双全，年会有点漏财，但中年之后必成大器，是典型的富贵手。左下角测测你是什么手型。